最后，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。谢谢，真好，真好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往台上扔筹码。哎呀，筹了我们俩。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写春联、写对联、写对联。啊、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对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还有我们俩。这回给您唱一回。首先我要声明，五环之歌不能唱，不能唱，听一下解释。有解释。唱吐了，可以去退票，可以可以。退什么都行，退什么都行啊。听我解释，唱了这么多年，嗯，你想起这歌都要吐，吐着唱，你们也太狠了吧你们！不要着急，好吗？嗯，挨个唱，会唱，嗯，会唱的好吗？对，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，不要着急，好吗？因为一唱结不结束了，别着急。哎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。对。有一次演出，五环之歌提前唱了，嗯，第一场就把五环之歌唱了。第二次上来的时候，他底下没有人了，但是以为结束了呢。所以说，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。对的，还有很多歌星开演唱会，嗯，他们把好歌，大伙儿喜欢唱的、喜欢听的，都放到最后压轴。对，这是经验。对，不能提前唱了，提前说了，观众都走了啊。嗯，放眼看去，现在很少有人走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？走了很多哈，厕所了，小孩儿，小孩儿回家了啊，确实确定走了是吧？哦，那行，嗯，后边的补过来快，不用，没关系，他花的钱少，不能坐这儿，送花那几个可以坐这儿，谢谢谢谢，我发现那个头一排有一大爷，他一直，大爷你好，嗯，能听得见哈、啊，多新鲜。是我们说什么能听得懂吧？应该听得懂吗？差不多，但一直没有效果。这个大爷，大爷可能笑点低一点。啊，哦，嘿，这个高了，这个高了，大家现场笑，你回家去笑。哦嗯、您是有多恶心我吗？还是回家。看这票，这有什么呀？拿着票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去看他！谢谢每一位来的朋友，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没错，您奠定了我们这次演出非常开心，奠定了我们的成功啊！啊，感谢在座的每一位。嗯、接下来，我给大伙儿好好卖卖力气，唱一回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唱，这位老师呢？也比较喜欢唱，我一般，但是他说实话，他那个嗓子一般，我嗓子好，嗯，你真的，我嗓子好，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，就是长大以后就抽烟，把这个嗓子给糟践了，没有关系啊，今天拿出我状态，要点脸，你嗓子好，你告诉我们干嘛？你还打小保护你的嗓子，他长大，怎么听说就是抽烟？就给你糟践了，怎么了哥？哎，你看我哥怎么了这是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是有点赌心。别赌心，别赌心啊！你掉坑里了我。嗓子，给您唱一首歌曲，这样吧。好，我唱首歌，我让你猜好不好？猜什么呀？谁唱的？什么歌曲？猜歌曲名。嗯，没问题，听着啊。这太简单了，这个东西。当你老了，头一句就歌名吧。头发白了，行，嘿，睡意，行，
看一看。走不动了，非得唱完了。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怎么样，这首歌？啊，唱的是不错。炉火旁打盹，行，饶了呗。您唱的是不错，啊，就是您头一句就歌名，什么歌？当你老了。当你姥姥。不是我当你姥爷，当你祖宗，当你小区的祖宗，骂什么街呀，在这儿，那么还得给你立牌位是怎么着？您等会儿您听清楚了，哎，谁骂街了？你骂街了？当你老了。对，当你老了，这是歌名，这怨我了，第一句就把歌名唱出来了。一般这第一句都是歌名，没那个啊，都这样。你听着吧，啊，你唱。保住这个，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，就这句，就这句，干嘛别猜，干嘛呢这？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，就这句，歌名，可以啊，什么可以？听这个啊，雾里看花，水雾里看花，望月，你能分辨这花落的是？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，快，你换点高难度，这第一句都是歌名，傻子都知道，哎。傻子，你唱一个我不知道，买药了吗？你管着。让我们打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等下，荡起双桨，别唱。有的歌都还没你呢。听这个啊，打起手鼓唱起。打起手鼓唱起歌。阿莲，阿莲。这有什么送分儿的，这要搁赌桌上你都输了知道吗？真行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哎，这么长的名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，不够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放，让你去放纵，因为你有几分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哎，过火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是这歌吧？过火。嗯，那是是。这是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，我从小视他为偶像，但是通过这首歌，我觉得这个人人品一般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败坏人家呢？真的，我跟他合作过，别怕我伤心，我们俩在一起唱过。那怎么了人家？但是这个歌词说实话不太好。歌词怎么不好呀？他说的是关于柳岩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我做不到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我做不到。这关不好过。燕子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呀？真是的，净说瞎话呢。这都是我来。开玩笑啊，嗯，给您唱一个好的啊。唱一什么好的？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您说说。而且也特别适合今天在座的各位。为什么呀？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很多都是海外游子，异国他乡。异国他乡，很多都是背井离乡来这儿寻找自己的梦想，嗯，有很多心酸，嗯，只有您自己知道。每一个人都不容易。对。所以说，接下来这首歌唱给大家，叫《橄榄菜》。哦。各位吃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橄榄菜呀，
橄榄油，还是橄榄油差大家。不是不是西餐这，橄榄油干嘛？橄榄籽儿。哟，橄榄核不好吗？橄榄核不是，就没说对了。橄榄树，对，橄榄树。哎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哎呦，说好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其实是很沉重的几个字。对，真的是，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咱们都是华人。嗯，很说的都是中国话。嗯，希望各位有时间常回去看看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特别的好听。好好唱啊！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好听好听。我等家里出事儿了呢。好听，我一唱我就感觉哎呀，陶醉陶醉，行，您唱完再陶，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的很真的很很唱完唱完舒服舒服唱完舒服，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。歌词好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，好好好很多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哎，您是那么唱的吗？这歌词里有橄榄树吗？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别唱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哪有橄榄树啊？我会告诉你很多。没有橄榄树啊？我这倒腾完了才知道啊！不要，您这不是您这杨钰莹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要，哎，对对对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改妈敏了，我的心。不要从哪儿来、啊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调不对呀、啊。不要问我。刘德华了，又改行了。曾经爱过，你不要再问我了。你会不会、啊？你不要问我了。在这边认为只有乡情吹半天牛，您唱对了我。你会这调都不知道，你真笨，听着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纳闷儿，我吹半天牛，你，哎，我这话丢人，我这，我受不了这玩意儿，真行，你唱吧，哎。你唱吧，你唱挺好的呀。你唱好干嘛呀？生气呀、啊、你，真生气了？你唱挺好的呀，我。不紧闹是吧？啊。你不是我唱你。我就这一百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这是个卖唱的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是河南吗？你说实话，你也生气？你不是河南人吗？你。
哎，你商量个事儿，就是你是你能找我找我点儿吗？咱这把玩小点儿的呢，你有？不是，你等会儿。你我是一百的，你不你有俩二十五的，你五十的吧这句，你别欺负我不好算账，赶紧把那二十五先给我，嗯，完了，别喝多喝多了，100块钱，算了，我就这一百了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爱哪儿来哪儿来吧你。你别乐，你乐我钱又没了，我告诉我的故乡在河南。要不是会骗钱呢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，没了，就没了，就一百了，就一百了，就一百了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嗯，怎么样？这歌好听不好听？啊，这算我点的这个。嗯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行行行。鸟也太贵了。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你就为我这100块钱。我的家乡在远方，在流浪。好好给大伙儿唱一个别的啊。嗯。最近这没别的了哈。朋友们喜欢听什么，我就唱什么。送情郎一唱彻底结束，整场结束，下班喽。女儿情是不是？咱们国内有个节目叫做歌手，4月15号是总决赛，然后建哥就给我打电话说小月请你来帮我唱个歌。嗯，我就很激动，这是国内比较大的一个舞台，嗯，专业歌手的舞台。我说哥，咱唱什么呀？他说唱女儿情，我就听了很久。然后4月14号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对，当天晚上彩排，建哥就问我说你唱女儿情的部分，我唱唐僧抒怀的部分。这是建哥想表达一种感情，一种情怀，对唐僧的内心的活动。嗯，我说好吧。建哥说那你唱两句让我听一听你是什么感觉。咽咽货啊，我就唱了几句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我自己觉得还不错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建哥说这两句我来唱吧。你知道吗？就好比是当时给你了一个大嘴巴子，那是，特别的疼。特别讨厌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觉得唱的还不错呀。啊，建哥说歌词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对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特别美的两句。没错啊。可是你唱的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蝶双飞，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愿望，但是呢，并不合适，并不合适。要不还是你笑的，你那爸爸舍得花钱是吗？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咱锻炼了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。
后面是建哥唱唐僧抒怀的部分。对，虽然我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。不知道朋友们注意没有，建哥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手转圈儿，就跟在那打拍子似的。啊。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他那个手转圈儿。嗯。总决赛的时候，我一看，手递过来了。真的，嗯啊，他是怎么唱的？女儿国主一绵绵，我一看，手伸过来了，哎，我就接过去吧，你递过去吧，他又抽回去了，当时就后悔了。最怕这女菩萨。苦苦纠缠去不散，又伸过来了，嗯，又收回去了。到了最后，不让你的眼睛有太多太多泪不停，又伸过来了，嗯，也又收回去了。你也是受过训练。我外号小警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小警犬了，你在听我玩的呢。这个不开玩笑了啊，这个女儿行我确实唱的一般，没人唱的好。嗯，这个不错。你看大妈说不错。哎呦，大妈说不错。你也看电视了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大妈说好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哎呦呵，真的，大妈来这儿多少年了？六天了。六年啊，挺好挺好，我以为六天呢，不到一礼拜呢。这位祖国来你也说了吗？说啊，大妈六年前是来旅游的，说完就没走，跟这打工来的。大妈啊，我说那手怎么比较粗糙呢？打入赌场内部了。嗯，挺好挺好，不开玩笑吧，尤其是跟大爷大妈开玩笑不合适。对，虽然大爷到现在还是没有笑过。啊，回家笑，回家笑啊。给您唱一个别的吧。来什么呢？嗯，又见炊烟。好，这歌我比较喜欢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又见炊烟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。头牌贵就能唱，都能唱，知道吗？换一个哈，换一个。蔡琴的一首歌叫做什么？羊，你挠挠啊，羊！叫那么半天了你。蔡琴的一首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好好听啊！就闭眼睛了。啊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《西游记》看多了。是那圆圆的明月，明月。可以了，不要唱了。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。我唱错了，唱错了，怨我了。有点抽钱的意思。在耳边说，一嘴的妖精。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。好拔啊！断肠也无怨，人心碎，风流泪。
水，我的泪，我情愿把你化作一把火焰。我发现悉尼很多人不要脸啊，这是什么？他不会唱一道啊啊的可响亮了，这啊的可爽了，听着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愿和你化作一道火焰。感受到你们的乏味了。多无聊啊，这儿的。您等会儿吧，这不是太勤了啊。不是太勤啊，我唱太勤。是谁在唱歌？哎，歇会儿吧。温暖了寂寞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在那一片苍茫中，看见远方天国，那璀璨的烟火。在你那么大一个悉尼没有 KTV 吗？你们都疯了吧，你们都起个头都唱。您唱对老先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玩命的敲打我窗？刘大爷。你拿我当你父亲不行？我不愿意。你我还不愿意呢，门就敲窗户。我完这歌唱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这是我的一个成名曲。哎呀，行，特别好听，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。什么叫嗨嗨皮皮呀？嗨嗨皮皮是我在淘宝的一个网店。哎，给我一百。我替你植入呢，啊，有辣酱，有鸭货什么的，行行啊，可以去买，嗯，可以的，一起唱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啊。大爷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嗯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你说这话我不爱听，爱听还不说呢，不能要脸了，不能要脸，现在都什么时期了还要脸？什么时代还要脸呢？今天不要了，嗯，这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度过开开心难忘的十点左右。不要脸之夜啊！啊！楼上的朋友嗨起来！你比六环少一环，打开你的闪光灯，终于。对，打开，有手机都逃出来。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。我心疼楼上的那帮朋友，你们的闪光灯真的很亮，亮起来！前排这一帮朋友，有钱的人，你们一个闪光灯都没有。你们都在拍人家。哎，你瞅那儿，孤零零亮着一个。
放在后排那儿。真好真好，你们让我感动，前排这帮人你们让我气愤啊。来，都打开都打开，有手机都掏出来打开啊。对，也不没收你们的。不能要脸了啊，没电了。啊，大叔，要脸是不是？逼着人家不要脸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。请你把诺基亚放下。换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好。最近国内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叫《成都》，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打开闪光灯啊！离开闪光灯不会唱。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雨露还要走多久？咱们不会唱，你们起什么哄啊？你们在这儿不红吗？这个歌和我在成都的街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雨里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，那就不要留。我得去唱串，你们会的太多了，不能起头了哈。青藏高原，我唱给大家，我卖卖力气啊。哎呦，看见什么了这是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冷静冷静。是是谁系列啊？别说这，你等。是谁的？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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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声线是有水平的，你呢？你别声线了，知道吗？要丢人了，知道没？一会儿怎么了？那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是啊，最后那玉可高了，滋溜就上去了。你想多了，怎么了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这半道儿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。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有那久久不能忘？哇塞，这还有人呐！人脸啊！地盘一座座山川相连，亚麻得就你这业余生活就太乏味了。什么什么词儿？亚麻得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前两天拍了个日本片，我可能，日本片，啊，这几个主演？俩，顶配。场景晃晃吗？你给我滚！亚妈亚拉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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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唱。那就是青藏高原。
咿呀啦嗦，那就是听当当。一起唱，一起唱。